来玩这款游戏，闪客连打，明日英雄。前面的铺陈，嘎嘎，他拿骨头要去攻击狗狗，什么逻辑啊？跳过了，我们就进来。啊，是不是连线了 ？Go！ 哎呦，哦，我想说很普通的、哦。再一次，你看哦，你看那角色动作，啪啪啪啪啪，还可以啊、哦。只差最后一步了，相同颜色是可以转向的。来，看到狗狗了。然后呢？哦，大门打开后，连接大门就可以过关了。哦，好险，不是打血量那种的。谢谢你救我，我是奥迪。这些怪物打算占领这座城市，我这……哎，狗狗会讲话，吓到我了，还可以退回啊。哎呦，什么啊？你可以不要再教了吗？我想说为什么？我想说为什么他没有反应？这样。击败50只小怪，大本就打开啦。50只啊。看我这无敌连锁哎、欸！22 combo， 这个这样子有一些爽度的哎、欸，有一些爽度嘛，太好了，这个我这次又可以点很多了啊、哦！路径我已经决定好了，21，啪啪啪啪啪啪，过关，做得还不错啊，还算是好玩的。如果有很香的妹子，那就好了。哇，编错编了，算了，不理他了，懒得退回去了。来一点红色给我，可以吗？连接到大门就行了啦。我想说已经到下一关了，可以开了吧？小怪聚集，生成宝石啊，石消会有一颗宝石啊，还可以发动攻击耶、欸、掉了宝石等于是又可以连贯下去啊，宝石是货币啊，好啦，过关。很久很久以前，人类的其实品质是不错的、啊，而且他还有搭语音呢，在那个剧情里面。啊，关卡一，最主要就是收集宝石啊。来吧，发怒以后会有攻击性啊。如果连线的终点在他旁边，就会遭受到攻击啊。换我了是不是？不理他了，怎么有屁声啊？我要连50 combo 是不是？只能往下了。
Go！ 啪啪啪啪啪！哼哼，音效也搭得不错啊。少一个没连到，算了。接下来呢？哦，可以绕一圈呢，可以绕到一圈吗？完成，这 boss 也是一个终点站了，中继站了，还跟在那里再连一段。过关了，大门已经开了，走吧，用最帅的速度前往大门，跳跳跳！好了，可以退出去吗？有技能呢。新技能解锁地震波，好了，那再看一下好了。一次可以消灭15个小怪。哦，变好顺了，他帮我排好了。只是说后面的关卡会不会变得很爆脸啊，一般都会这样啊。嗯，就这样好了。我可以用地震波了吗？啊，还不行，要40点，能量不够。啊，满了，我可以回去大本了。唉，地震波不能放。啊，就这里啊。整体还算是不错的啦，喜欢的话可以下载体验看看啦，大家拜拜。